看看韩剧不能这样也挺有才的，看看喜羊羊也不能这样。我们终于在一起了，虽然很短暂。哎，谁呀、啊？你好，先生，您的快递请签收。哦，设计的挺周到的嘛。没办法，老是有人签完字忘记把笔还给我。有这样的人吗？太没素质了吗？你怎么又把人家笔拿回来了？哎呦，习惯了。这啥东西啊？这不你买的吗？咱家不是有规定吗？没你签字我拿干买啊？嗯，记性不错啊，继续发芽。什么东西、啊？还包了一层。不是，怎么还有一层啊？哎，怎么还有一层？照片。我真的是第一次，我谁他妈拍的？第一次，你什么事都是头一次，跟谁？真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，这次是全真完全就第一次，我真不骗你，这是谁他妈拍的？进我家里面？哎，老婆，哎，这不是我呀，你看这男的不是我，不是你跪什么呀？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你从来没跟我跪过呀？我跟别的女的跪的。啊，你跟哪个女的跪的？哎，老婆，你看，这男的好像很面熟啊。这不是咱家对面的张科长吗？对呀，我就说嘛，我的身材哪有这么差？那他的照片怎么到咱家来了？咱家该不是会和黑社会扯上关系了吧？美女来电话了，美女接电话。喂，张科长。你好啊，你是谁呀、啊？照片拍的怎么样？什么照片、啊？别装蒜啊！信不信我给你传网去？你给我说清楚点。上个星期五晚上，你和一个美女到宾馆里谈工作，你忘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宾馆的柜子里待了一宿。你们工作太激烈了，要不是我给你扛的，那柜子早让你们给震倒了。吓我！照片呢？我不是给你寄过去了吗？我没收到。别装蒜，你不就是桃花路38号吴丹园301吗？我家住的302。嗯，坏了，我记那儿去了。老公，你在干嘛？老婆，你怎么来的？我的新年的照片呢？赶紧放回去，人家要怎么办？哦。给你时间来有照片呢、啊、赶紧把照片还给人家。老公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不去吧。老婆，要是我万一遇到什么不测，你一定要把咱们家孩子带大。老公，咱家没孩子啊。不是你，那是谁的呀？300万，这事不就摆平了吗？喝的矿泉水都给我倒了，谁干的？什么时候让你吃过亏呀？今天您是不是收到一份快递？李处长，该轮到你了哟。我这天天苦逼的学习，你这都动真格了吧？完璧归赵，对你爸不利了。要早看呐，也不至于便秘。不是他，不会是他